近日，相关部门公布了一则不起诉的决定书，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了法律给人们带来的安全感和幸福感。判决中表示，由于涉案男子自动自首，承认自己的错误，所以不予以判决。被判处无责，那么这名涉事男子到底犯了什么事情？为何殴打人之后还能毫发无损？据新闻爆料，张某之所以这么做，是和自己的孩子有关系。早在去年六月的某一天，张某因有私事出门了，独留女儿一人在家。然而就是这么一个空档，让邻居男子钻了空子。据张某表示，平时他为人挺好，没想到张某离开家之后，他就暴露了本性。他算准了时间，悄悄潜入女孩家中，对着花一般的女孩做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。等到张某回到家中之后，发现女儿一个人蹲在地上哭泣。在得知宝贝闺女被侵害之后，张某火冒三丈，直接踹开了邻居家的门，对着该男子就是拳打脚踢。由于过于愤怒，期间还随手拿起瓷碗砸向该男子的头部。事发后，二人均被带回去调查。张某因为殴打犯罪嫌疑人，并且对其造成损伤，所以按照规定是处罚了刑法，需要追究刑事责任。然而人们对于这样的判决并不满意，这件事情一度被闹得沸沸扬扬。毕竟孩子的父亲是爱女心切，养着花一般的女孩，又不是生来就是被坏人侵害的，其父的做法应该被原谅。随后该地的相关部门对受害女孩的父亲做出了公正的决策，其父被判无责，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。按照法律规定，女孩的父亲虽然暴打了男子，但事后主动自首，交代了事情的经过，并且态度诚恳，愿意接受处罚。而且文中涉嫌侵害女孩的男子已经构成了违法犯罪，按照规定，事实一旦成立，按照强制猥亵罪名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，男子也应该拘留15天。最后综合考虑，邻居男子有严重的过错，所以判处女孩父亲无责。女孩父亲可以得到这样公正的判决，我们感到高兴，也希望每一个人民群众在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时候，都可以享受到公平和正义。当然我们也不主张用暴力解决问题，但特殊情况特殊对待，像案件中的女孩父亲就是事出有因。这个案件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和光明，也让我们明白，法律不是冤枉一个好人，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，法律还是会有人文关怀的，是有温度的，不是冷冰冰的武器。